大猫眼螺儿，太肥了这个。越嚼越香，吃大了。我这嘴里边有点雇佣不开啊。能拿水溜一溜。千手螺，这个螺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看过啊！别说吃的，我一直在想怎么给它弄出来。哎呀，这应该是个问题。这个螺太硬了，哎，我都出汗了。你出来，同志，出来吧。哇塞，把它放在一边啊。我叉都干弯了。哇塞，这个是不是应该跟椰子螺一样的口感呢？我尝一下看底下是不是黄啊，给你们尝一下。嗯，是黄，跟咱们正常吃的海螺是一样的。但是这个苦胆我得去掉。这一个螺200块钱，比较奢侈。哎，这是它的苦胆。太奢侈了，一个螺200块钱，几口也就两口，两口吧，吃掉，蘸点芥末啊。哇，跟节目你嚼不烂呐。啊，叽里咕噜就咽了。嗯，
行了，这个螺我就入到这儿了。红螺虾，重金买的。最近特别火，哇，好多黄。嗯，黄好鲜嫩呐、啊，那就这么放着吧。哇，再来个辣把蒜。鲜美，这个是这个颜色的。这是辣把蒜，哇哦，这个是满满的大黄啊！我蘸点这个，野花配大虾，路边的野花，
馅虾。Thank you.